外面做活动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今天我们出来走一走，看起来好好玩哦。那今天的主题是什么？今天我们在讨论的是关于肌肤的 DNA 深层修护。深层修护 ，DNA 跟肌肤有什么关系啊？哦，其实哦，我们的人体细胞呢是大概有60兆，那么这个细胞当中都含有 DNA， 那么 DNA 就是制造出人体骨骼、血液、肌肤还有五脏六腑的重要元素，而且它也是从这个核酸所组成的哦。哈，那么DNA 对于肌肤来说呢，它就是一个发号司令的角色，也就是它会去发布讯息。增生出胶原蛋白还有弹力蛋白，好，那所以它是扮演很重要维持肌肤年轻的重要角色。但是除了 DNA 之外呢，另外一个重要的人就是 RNA， 不是人啊，就是另外一个物质。那这个物质是什么呢？当如果 DNA 发出讯号的时候， RNA 接受到通知，它就会开始去工作了。啊，我现在要赶快去增生胶原蛋白还有弹力蛋白。所以呢，我们的人体哦，要维持年轻，就要把 RNA、DNA 都照顾好。唯有这两者都维持健康的状态，它才能够健全的增生出优质的蛋白质，才能够让我们的人啊，从外表啊，或者是体内的健康都维持在最好的最佳状态。那平常要如何维持这样最好的情况呢？其实我们可以从含有核酸，也就是 DNA 成分的这个保养品，或者是健康食品去做补充。那再者呢，我们可能要养成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动作，就是要每天早上要擦防晒，另外就是要有这个维持规律的运动，正常的饮食，充足的睡眠，相辅相成之后呢，就能够让我们维持这个肌肤细胞的健康。那么久而久之，你就会发现到，哎，我真的比同年龄的人更年轻了。这就是长保年轻的一个方法，大家一定要听进去，而且要这个努力的实践，就不会这个发现怎么一下子就老得很快。好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听进去试试看哦。好，我一定会努力的，谢谢凯君老师。谢谢，拜拜。